秀英啊，你看，骨田总裁哦，专工来给你看了。阿姨，一定，您好。你是熊总裁啦吼？啊，我先自我介绍啦，我叫何大生，啊，这位哦是我的看守，劳烦你哦，叫我何先生，啊，何太太，啊，就好啦，叫个亲妥吼，啊，害我唔知要安怎甲你应才好了哦。是安尼啦，啊，熊总裁吼，甲正贤的私底吼那是好朋友啦，所以就对叫啊，我感觉安尼嘛无啥唔对嘛，吼。阿姨，你拄啊动完手术，身体真虚，需要补元气。这是我特别请朋友替我买的，真珍贵的中药材，送予你，补身体真好呢。你唔通看接礼物遮细也无啥物呢，其实内底药材是逐日差不多五六万呢。这里值钱的物件哦，啊，我哪敢收啦？林总裁，这个高粱吼，我看你摕当去家己食，啊，阮收当袂起啦。哎，秀英啊，啊，当礼物都已经买啊，你就甲收起来嘛。袂用的啦，主文啊，我前面头家会敢那见过一届面呢，啊，搁再讲也无啥物交情。哟哟哟，迄人咧讲哦，内刀必凿，我看哦，咱阿母我爱较提防伊的，安尼较稳当。一定，我请问你，你讲这句话是啥物意思？无啦无啦，无啥物意思啦。啊，对啦，啊有一株枫叶山，唔知你有捌无？我捌伊啊，是安怎想？我看两位是大人，今仔对我的态度好亲像是无欢迎，是毋是枫叶山伫在恁的面头前讲我啥物是非？妈。枫叶山迄种人讲的话哦，千万唔通相信啦！你点点啦，恁母啊伫咧家里讲话，囡仔人插什么嘴呀？你过来的话，阿姨，你若是有听到什么话，请你尽量讲，无要紧。也唔过你莫骂美玲，你让美玲来受委屈，我是会甘的。本来吼，我嘛无想要讲啦。啊，既然你安尼讲啊，那呢我就无客气啊呢。我是听伊讲，你甲彭友山拢真喜欢阮正贤，啊是毋是啊？无毋对，我真喜欢正贤。当然啦，大家人的感情吼，拢希望顺时，无希望有波折。今仔日就算讲阮正贤身躯边哦，出现另外一个查某人，啊，咱做查某的有两条路通选啦。一条路就是笑笑嘞，鼻仔蒙蒙嘞，人事退出，啊，恭喜因白头偕老。真歹势，对彭友山这种人，我无迄种度量甲风度啦。哦，是你家己承认无度量无风度哦。林总裁，我甲你讲，就算讲哦，你要聊落去，参彭友山拼一个输赢，你嘛要提出家己真本事，光明正大来竞争才对啊。哇，秀英啊！啊！阮总裁是倒一点了无够光明正大。这，无个啊，即落小小代志教我就好吼。你甲呾手术了无偌久哦，元气不足啦，你歇睏啊哈。我借问哦，啊，你今仔哪会想着讲要来看阮某啊？伊是阮党个亲戚，是正贤的阿姨，又搁是美玲的妈妈。伊讲伊输，我本来就应该爱来看伊。好啊啦，莫搁硬拗啊啦。你一定是看彭玉山有来看阮某，啊！你就想讲吼，输人无输阵，输阵阁歹看面呢。你也要对人哦，加一下有心者，我煞唔知。啊！恁两个阿公某今仔日是安那？那我邢总裁今仔日是好心好意，要来甲你关心一下啊！啊！你要接受也好，唔接受就唔接受嘛。为什么一定爱讲话讲到这么歹听？啊！这落代志哪会遐怪我？是伊先甲正贤阿姊偷路呢？我阁还袂解算的呢。何大生，阿伯，稍稍去，一定可能只是。好啊好啊，莫甲我叫啥物姨丈，你直接叫我何先生就好。何先生，我请问你，彭玉山到底在恁的面头前讲我啥物歹话，让两位今仔对我误解这么深重？
你先莫插讲彭玉山伫我面头前闹过啥物话，你先摸你的良心，想讲你过去有做啥物唔对的代志无吼？啊，歹势啦，我某啊手术了无偌久，爱加休困，我无想要甲你讲啊，里里落落滴个斗菜刀，啊恁好走啊嘿。总裁，我看迄彭玉山定伫你面头前讲真侪你的歹听话。对啦。阮爸爸妈妈是民俗里的人，一定是彭玉山有白讲话啦吼。不要紧，你妈妈需要休困，这件代志咱等去公司了后再搁讲。两位，真歹势，叫了。总裁。大兴。二张啊，你紧去陪总裁啦，紧啦。看下无，啊，这个人也无闹开的啦，啊，真是哦，安尼笑笑目笑行入来，然后艰苦坐挂，安尼目屎流，目屎滴，乱踅嘴，啊，爸，啊、你实在是超厉害的，啊，对啦，我先来去，我去甲安慰一下。哦，紧紧紧紧。啊，老爷，伊咧也无咋走嘞，啊。啊，免啦，留起好啦，你拄则无听伊讲。哦，大五六万的卖书，讲这药材真贵重，苦金的了，啊！只是咱爆掉哦。今麦咱大家对时，我的手表啊是8:05。咱来赶伫老文忠出门之前，甲因兜的外口，暗中跟踪，就当知影目标的所在。唔通袂记，公司甲老文忠啊，拢是真恶毒的角色，大家特别小心，不准有任何的差错。是。出发。大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好处分了。哦，你敢袂感觉我今摆安尼收价离谱啦？穿甲袂输那电影内面失败的造型呢？你有这个感觉，安尼就对啦。我是要叫你送钱去我这个走路兄弟啊，所以你一定要安尼穿啊。啊，若无到时阵你去用拎出来，把你指证出来，把你拖落水，安尼就好啊。无啦，啊你唔是讲要带我去见一个人，那临时临腰叫我送钱去我走路兄弟啊？哈。我欠这个兄弟一个人情底的啦，所以我唔才会答应要给伊这条钱做伊的走路费。我是烦恼到时阵我送过去给伊，伊嫌无够，伊搞啰里啰嗦安尼就歹啊。林青，咱是兄弟啊，我相信你，所以这么多的钱我袂放心给别人送过去啊。哦，无啦，我是咧惊讲吼，到时伊也嫌讲钱无够，啊唔肯给我走，恁是要安怎啊？哦，啊，无安尼啦，叫用也不要去啦，安尼较有伴啦，好不好？哦，没啊，永清啊，因为之前我咧做刑事的时阵哦，我捌了解当一个朋友，所以我惊讲，阮若见面还袂开嘴，就会先拍起来，所以我无得陪你去，你家己哦，较注意就好啊啦。哦，用啊，物件摕予永清。放心啦。这江湖兄弟是重情重义，而且是恩怨分明的啊！但今仔日你是要送钱过去给伊呢？伊感谢你都袂付啊，伊是会对你安怎啊？对哦，来，进来面哦，谢你，全部拢是美金，阿哥，足重呢，袂少呢哦。杨青，你会当知影是安怎？我敢若相信你一个人啊吼！这内底美金是我的兄弟交代的数目，而且已经包好了，你千万唔通拍开来看哦。啊，若无你就犯着江湖中的大禁忌。还有，你直接去的所在，把这个钱交予我的兄弟，你就连咪转来。这是地址啦，
为着安全起见哦，你也甲背起。哦。真是背起。靠，这么简单？那歌谱吼，规本我一下就背起啊，这算啥啦？杨青，时间差不多啊，你两早出发，会记较早回来。我甲勇啊，等你吃宵夜哈。走，我先来啊。安啦安啦，偷懂偷懂偷懂，对啊，宵夜准备好，等我等来吃啊。有问题无？放心啦，火星塞哦，我拢甲背起。伊个车若有在条法律行哦，就有影有鬼啊。啊，电影顶个毋是常咧搬讲啥物电线八条、油管切断啊，啊，这拢有用场。但若我火星塞搁啊装装倒去啊，我保证哦，神不知鬼不觉，无人会查到讲这只车放有动过脚手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歹势啦，歹势啦！啊，我车哦发袂起来。您出来我倒上好不好？哎，免这么麻烦啦！你开我的车去倒，来。啊！好，我出发啦。这用要过身的人啉过的杯啊，你倒会记得提担上啊。当然，刚暗一点啊，咱看下电视哦，就是插播重大新闻啊。迄顶面就写讲，音乐界鬼才王永清甲前一队的队长佮队员，因为一件离奇的爆炸案，全部死亡，而且死无全尸。有人听无？有人在吗？有人在吗？喂，有人在吗？欸，明明就说人已经在这等了，连一个影都没有。啊，那边死啊，用个地址抄不到。死啊，用。时间甲算起来，永清应该到位啊。哼，讲着人尔，电话随敲过来，可能是伫遐等无人敲电话过来问啦。是讲哦，至少咱知影伊无甲公事包拍开偷看，会用给我几分钟。嗯，啊！着强要死无全尸的人是搁咧敲啥物电话啊？勇啊，莫管伊，连长。哦，啥物时阵咱两个拢唔接电话？头时人捌看过这么侪美金呢。这你当不当我这个看卖？啊，唔讲美金这声，炸弹！林昌公现在前一队所有的队员都已经出动了，只要强势出现，就算他飞也飞不出去了。我就已经穿着污点证人，要跟警察通知前，但是说都一直查无证据，无法度跟定罪。这边警方若是真实会当抓到强势，
精神创到昏死的。若是靠强势一个人，佫无法度甲调罪。我这个老伙会继续聊落去，继续做证，绝对袂让上一个从死就死啦。阿太啊，不管哪讲，伊嘛是咱青勇二十几年的后生。你心肝内敢真是安尼恨伊，一定就要让伊死心。啊，当你是咧唔甘啥货啦？敢讲你要看你的红婿活活去让害死，你才甘愿才欢喜哦？一个是我的红婿，一个是我的后生。我当然嘛希望你会当平平安安，想讲莫出代志上该好。你卡点去啦？我莫苦恼，无这个精神后生啦。好啦，就算我要放伊煞啦。你都唔通袂记呢？咱的亲生查某囝，即摆是伫迄个精神厂的控制下呢。为着要救咱永辉哦，咱一定得把迄个精神解决单杀啦。特别，先莫这么激动，客位较善良，伊是无愿意看到有人受到伤害，伊希望代志会当圆满解决。啊，是讲客户，老文聪伊这个人一步一步行入不归路。这个人真正该死，若是够活嘞，会有够较侪人受到伤害，你知无？小妹啊，你就唔通叫是讲，我唔捌带念我甲伊的爸仔感情嘞。我有足侪解，我想要吼准拄煞啦，莫甲伊计较。但是是伊啦。伊一摆搁一摆来欺负我，来侮辱我这做老爸呢。甲我的人啦，我的尊严，拢落咧涂骹啦。更加有度量的人嘛，无法度通原谅伊啊啦，因为伊根本就无予任何人任何机会来原谅伊嘛。用处不够，恨之。阿仔，我卖苦恼。你回头的时阵，我拢甲带在身躯边啦。我咧做歹代志，伊拢看在眼内啦。伊咧做囡仔的时阵，一世人头一遍开枪，可是我甲抱在身躯，甲伊的手银条条，该安怎开枪？佮甲家讲哦，为着要达成目的，咱人哦，有当时啊，爱心肝也瘫痪啦，爱六亲不认啦。啊，甲看起哦，只靠精神甲我讲的话哦，我为了真彻底咧，咧对付我这做老爸的时阵，完全都袂手下留情啦。有当时啊，甲想倒转来，我今仔日落魄到这个地步哦，是我家己做起来的啦，我袂当怪任何人啦。喂，英超，是啦，我即马伫陪阮客户客户啦。什么？老文聪被人炸死啊！我带咱新的队的队员，一路跟踪老文聪。我是目睭看到一个人走入去空厝，并无发现到僵尸。我是按门不动，把厝的四周围包围起来，以免让僵尸逃走去。无外久。就发生真严重的爆炸，为了大家，把整个厝拢炸歹去。事后的现场啊，敢若剩炸到脆骨骨的尸体。老文聪被炸到浑身脆骨，绝对无可能会活。你要怎确定死者就是老文聪？英雄，请你甲因说明咱行动的细节。我先替阮负责说明一下啦。两天前吼，我负责监视刘文聪的行踪，
我看到伊安尼鬼鬼祟祟吼，走入去一间服装店，伊去买一顶帽啊，甲一领风衣啦。伊阁是讲伊家己真神秘，结果全部吼拢去我看到啦。啊，伊今仔日变装所穿的就是迄天买的迄顶帽啊，甲迄领风衣，这吼我绝对无看。这老文忠哦，甲狐狸共款精啦，两领短帽啊，穿风衣，想要来变装，还阁想要开永清的车啦。啊，想袂到这里拄拄好，永清的车吼都发袂起来。伊唔只咧走入去，紧换锁匙，开伊家己的车出来啦。因为阮无想要让老文忠发现，所以阮兵分三路，以接力的方式咧跟监啦。所以一路上啊，老文忠无离开阮的视线一秒钟啦。啊，到伊的目的地进前啊，伊无停落来，伊嘛无机会通换人。所以这点，我会拿100%来确定啦。啊，真是创一个死哦！我甲伊的文文万万总算是结束啦。照你讲，我应该真欢喜才对嘞。但是，我却会笑袂出来。该安怎讲？我嘛捌甲当作我的亲生后生，啊，甲车勇、甲疼、甲惜你十外年嘞。是讲这代志，我感觉有真侪问题，我嘛感觉足奇怪。那是僵尸先伫厝内要装好炸弹，要炸死老文聪，这嘛无可能。因为阮客伯甲我讲，伊讲老文聪对僵尸真有义气，互伊走路费，佮照顾伊个母仔，所以僵尸根本无炸死老文聪的道理嘛。真个，你若是佮有怀疑，怀疑佮干事人员已经来收集现场的尸块啊，已经来比对死者身份啊，真紧就有结果。上啊，验尸的报告出来未？我看结果也是让你宣布较好啦。验尸的报告证明爆炸的现场只有一具尸体，是现场镜头的部分指纹比对出来。确定死者的身份，不是刘文聪，也不是僵尸，是王永清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永清无参像刘文聪有这么多犯罪证据，啊，指纹是要对比对啊，这一定是不对。我打电话永清，我打电话永清，永清，永清啊，人已经死了，你要靠我想啊？你较冷静嘞，你先坐啦，较冷静。哎呀，你队长啊，今麦是咧讲啥，我拢听无啦。若是王警官唔相信，我嘛拢啥无咧。哎呀，该死的人无死，该死就是一个吼，甲黑道完全无关系的人啊。我恁咧经过调查才会知影，啊，不过咱确定的死者是王永清啦。法医签字的验尸报告啊，是绝对无唔对的啦。永清啊，不幸的代志已经发生啦。你爱接爱，坚强面对现实。怀疑凭啥？确定死者是永清？案发到即摆，嘛才短短几点钟尔，就这么念 DNA， 嘛无这么紧嘛？副总，监视小组在案发的现场有找到一张去互烧甲剩一部分的鉴宝卡，会当看到面顶上下八五的身份证号码是58143。为鉴宝局的资料一查。上下八五个伊，58143的一大堆人内底，干有一个人甲刘文聪有熟识，有来往，就是王永清。搁再根据王永清的牙科医疗记录，甲现场找到几粒有爆过喙齿来比对，完全符合，所以会当确定死者就是王永清。而且炸弹真有可能就装在伊炸起的公事包内面。监视小组即马在化验，所以结果真紧就当确定啊。应该是老文忠还是僵尸？不应该是永清，诈死人不应该是永清。我要找老文忠，我要找老文忠。英雄啊！你敢把鬼？我要找老文忠啦！你敢认真个啊？肯认真个。是啊，英雄，你先莫这么激动啦。我嘛感觉无根据标，
琼斯回来台湾的消息，嘛是恁叫我放出来假消息。啊，咱自头到尾嘛无看到琼斯的出现。我伫想，敢会是刘文创将计就计，反倒回来要骗人？啊，是讲死的人是永清，我嘛感觉足奇怪。这件代志，敢若刘文创上清楚了。对，我要抓刘文创，问我清楚。你我去，英雄，英雄，英雄啊！这是拢爱意外行事啦，我下马上要跟再看行政搜索票甲具体票，抓了文忠，等下互你嘛把他查。英雄啊，你若阁唔控制家己的情绪，我只好先甲你扣起来，关喺拘留所。英雄，凡大家拢会用体会你失去小弟的痛苦，我嘛就是要抓到杀死英雄的凶手，啊，不过你这么激动，天都会误事啦。哎，有好消息无？即时插播的新闻哦，连爆炸现场嘛播出来啊！一声鹰枪，有影是死无全尸。而且警方予咱骗到戆戆西，一直抓准死的人就是你。是讲唯一无彩的哦，是前一堆传播只是伫咧外口包围监视尔，并无中咱的计冲入去抓人。所以即摆传播拢全身离体，无甲半个人受伤。啊！这贼头命真硬呢，这竟然够还躲过一劫啊！当然，至少永清这块内贼已经有咱除掉啊嘛，剩下目的嘛已经达成啊。啊，若其他人要甲因除掉，以后机会啊真济啊。问题是，我想警方一定会真紧就查到死的人是永清，不是你啊。因会甲你当作是偷窃嫌疑犯，开始采取行动，所以咱嘛好准备应付。那这你放心啦。我绝对给因找无对我不利的证据啊！这耍落来，咱得演一出好戏给因看啊！对的，搜索票甲具体票已经摕到。好先生，正言，从今日爱麻烦你留落来。甲刘文聪、牛志勇对峙，这是应该的啊。英雄，你留来招呼伊，其他的人马上出发。是。对的，你若是惊我情绪袂稳定，我用我的职位来做保证啦。我绝对袂因为失去小弟的痛苦，来影响到我调查的判断啦。我顶多用这份悲伤来化作破案的力量。对的，请你和我参加这摆行动。希望你做会到。文聪，文聪，我跟你讲哦，我今仔日甲记者去食饭哦，食了足欢喜的。啊，遐记者伊嘛答应我，讲伊会尽力哦替我发新闻做宣传。哎，记者哦，拢足搞定的啦。好佳哉，好佳哉，有天阿姐哦，伊用个替我挡酒。文聪。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敢那唔捌看你安尼伤心流目屎过呢？你紧甲我讲啊！是永清啦，永清伊出代志死啊！文聪，你是伫后边讲啥啦？永清伊死啊，这边哪有可能啊？英惠，我嘛是拄只看电视新闻才知影。阮当然嘛希望这毋是事实，也毋过，阮敲电话查证了，已经确定死的人就是永清。我毋相信，你一定是伫咧骗我，你是伫咧骗我对无？刘文聪、牛志勇，我们警方现在证实，伊恁涉嫌谋杀王文清的罪名拘捕你，这是拘捕令和搜查令，请你跟我们配合。哥，你遐敢真正死啊？
长，你是有讲唔对去无啊？我失去亲儿啊，我是受害者的家长呢。你哪咧怀疑我是杀人的凶手啊？老文聪，废话莫讲遮济啦。巧，把所有可疑的物件拢抓回去。是。哥，恁妻感情真有可能是文聪，文聪家害死。这真有可能。老文聪，你敢够天良啊？你是阿要害死家己的亲儿啊？我是安怎得害死家己的亲儿啊？王英昌，我甲你袂合，迄是我甲你的代志呢。但英昌伊甲我是上界亲的，我失去伊，我的心肝是比你搁较艰苦的。我知影，你讨厌我，你怨恨我，也毋过我拜托你，你莫冤枉我好。阮大爷即摆已经真伤心啊！你嘛较有人性，莫阁为难伊啊啦！刘志勇，你家己着自身难保啊，莫大讲废话啦！你是哪要甲老天父讲老文聪要记重启这件代志假消息啦？我哪有啦？我是讲，阮大爷要甲伊过去特别做你阿中见面呢。一定是老先生伊家己误会啊啦！那这点我会当证明啦。因为我本来是甲阿中约好的，也毋过阿中临时甲我取消掉。所以我规暝踮伫咧厝里，甲永华咧啉烧酒，我也无出门过啊。我嘛是看到电视的新闻，我才知影永清出代志死啊。我嘛能证明阮大爷即摆讲的拢是事实啊。恁两个莫大只搬戏啊啦，煞话煞事，拢指向恁两个有真大嫌疑啦。等下来刑事到对质的时阵，我看你有啥话通讲啦。老文聪，你若真正害死永清啊，到时量判死刑，我才看你有啥物面子，会当去九泉之下的爸爸。这九泉之下的老爸，若知影你用永清的死来冤枉我，伊会足伤心的咧。对。林无化现场甲爆炸有关的线索。对，无化现场甲爆炸有关的线索，敢若一箱是王永清私人的物件，可能对咱就有帮助。即摆是靠较慢啊，只要是恁做诶，任何一点仔线索都有可能查明真相，将恁定罪。把这两名嫌疑犯，甲所有可疑的证物，抓回去调查。收队。是。啊，唔行！因为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无害死永清。也毋过你会当放心，我一定会抓到害死永清的凶手，替永清报仇。我绝对袂冤枉老文聪啦，也毋过伊真正害死永清，我是绝对袂放伊出来。我所料，我拾到，我抓到，我看你还有什么话通讲。去到无去找到龙影带，敢毋是文聪早就甲伊藏起来，还是毁掉啊？安尼警方就毋知影讲，伊甲伊真有无爽快的所在。永清真正是伊害死，而且伊早就计划好。
老先生，王永清的公司并无熟悉，伊难免受到你的指使，伊无理由穿你的衫裤，打扮作你的模样，开你的车，代替你甲公司见面。我连公司转来台湾的代志，我都唔知影，我哪有可能会叫永清去甲公司见面啊？永清是我的二兄，伊讲我穿的衫足好看，我开的车足芳的。伊讲要穿我的衫，要开我的车去甲朋友摇摆一下。我当然无第二句话，我就答应伊啊。那这阵是安怎？你怀疑英生的死跟我有关系性？哪里我请教您啊？这杀人一定要有动机的啊！我是安怎要害死我的亲二兄？伊是我上介亲，伊关系跟我上介好的呢。我看我这阵失去亲人的痛苦，啊，只有王警官能了解我的心情。我拜托恁大家，恁一定要赶紧找到凶手。啊，若无我二兄的死板唔愿去，所以若是有需要我协助调查的，恁做恁讲，我一定会全力配合恁。我愿意提供1000万来做破案的奖金。老先生。搁我坐破案奖金，嘛袂当洗清你的嫌疑。你莫抓准，你会当把代志提甲理理的。你会特别做你娘子用，是啊，早起甲老天有先生讲，你要甲公司见面。啊，莫过伤心啊，叫我来讲一句。首先，我要郑重声明，我是有去找过老天有先生，也毋过我已经有讲过。我讲，阮党要见的迄个人是伊进前的特别助理阿忠，并不是康熙。恁爸听你咧放屌白仔屁！你明明就甲我讲，前世初要去看一个什么话题的好兄弟，啊，搁是我的客囝，啊，毋是康熙的什么人？有影。啊，这一定是误会啦。我老孙阿忠进前对你身躯边遮尼久，甲你算起真亲。应该像即摆李正恩共款，互你甲收起来做客囝。有影是真实的，我对阮党个身躯边无偌久，有一寡代志个状况也无啥了解，所以才分唔对，真正是真歹势啊。啊，毋过李队长，造成误会并不算讲是犯罪，搁再讲我自头到尾并不讲着强势即两遍，老天皇，是毋是？是无啦，老文总，检验报告已经出来啦，早大就放在永清的公事包内底，这个公事包是对恁老家赶出去的，我有跟这个女人带当作证，你莫想要阁辩解啊啦。王警官，我真抓准讲，你知影我失去亲人的痛苦呢，哪会连你都咧误会我？这永清的公事包每一工挂伫身躯边安尼出出入入。伊内面底应该是官铺，或者是公司的资料啊，哪有可能内底底炸弹？你即摆要搁辩解？炸弹明明就是你好意的嘛！你啥啥久讲？伊是你的二兄，你啥要搁炸死？啊！元超，老文聪伊早就想好要安怎讲来应付警方啊！无要紧啊，人只要是一台死，早晚警方拢会找到证。李队长。我失去亲人的痛苦，我咧全力来配合恁的警方合作。我无希望佮山内有任何人对我做出言语的人身的攻击。啊，若无我会当拒绝协助调查，我委托我的律师专权来负责就好啊。中华、高华，陈翠做笔录。是。两位，请带阮行。明明就是叫害死，哭啊，敢若真个共款，这么搞的，咱唔去做演员。看起来这一切，伊早就设计好啊。要找到伊害死王永清的证据啊，应该无遐尼简单。
想袂到永清会死在家己的小弟的手头，我真正毋知这件代志要怎甲我妈妈讲。伊若是知永清死，一定袂堪的。永清啊，你即摆的处境我真了解啦。若是有必要，我会当去恁家甲恁妈妈说明整个代志的经过。孩子，喂，丽花，你先别激动，我即马随回去。好，好。对，原地我已经看到新闻，永清用诈死的代志。啊，你紧等安慰，只要我处理到永清。永清，我陪你做回去。永清，电视新闻讲的敢真实嘞？也不过永清伊的生活遐尔单纯，免哪有可能往诈死？你甲我讲，一定是电视新闻讲唔对，啊恁警方还袂确定对象是谁对无？你讲啊，你讲啊！丽花，丽花，你较冷静。为着你巴肚内底的囡仔，你会较坚强的。经过阮警方验尸，死者确实是永清。丽花，阿妈妈敢知影？我暗时啊，新闻时阵，伊已经睏了，伊无看到，我唔敢让伊知影，我惊伊无法度做出这个事情。丽华，若是失去囡仔的痛苦吼，俺可想会当了解啦。啊，打你妈妈打失去一个长养二十几年的查某囝。心肝都已经足疼，即马佫失去一个亲生后生，伊要哪会堪得啦？我看这个消息哦，暂时先莫予知影，明仔开始哦，透早就甲报纸收起，啊，甲电视甲摇开啦，莫予妈妈去接触到外口的消息啊。过一阵啊，等伊的心情较平静咧，再找一个机会甲讲啊。丽华，你敢有发觉永清最近有啥无正常的举动，也是讲，伊最近有啥物人去过玩笑？